感觉，因为有些没有懂，你知道吗？有些可能我看不懂。所以我要从这边缝隙走吗？我觉得来不及，因为你看，你上去上去，拿换。和他在一起了呢。哇，这个真的太需要反应了。仔细看一下房间到底有什么可以东西可以不啊？花瓶。我妹七岁都能。被呛了啦！你看，好啦，我老人。花瓶，试试看花瓶。好啊。我觉得已经被死到太多次，已经就吓不到，你知道吗？他表情变也不觉得恐怖。可是不知道怎么，没有破花，用什么来破花？再看一下房间，刚刚那个门已经上面的门已经走到上去了，只是门打不开，对不对？对，门都打不开，所以一定要房间里面容易破坏。南瓜吗？扑克牌吗？椅子吗？其实要拿扑克牌抽金牌能破，我觉得直接去花钱看看。好啊，就听男仔的话吧。我们走到花钱看看，可我总觉得应该他原本的花钱，对，在花钱。连打揍死他！我刚刚已经连打超多次了，虽然大家不知道，不过莫斯按得非常的勤奋。从哪里来哪里去？出来混总要还。来！哦！太好了，谢谢大家拯救了智商不足的我们。所以它不是整条画出来，它是里面的东西灵魂出来。他的画还在墙上面，我看他整条画都出来。我也是，打完好空虚，真的啊！有人说打完好空虚，真的。智力加一，爱情水，谢谢，等，我终于倒悬了。好，然后继续。这你小女孩是不是太好？我也这么觉得。心狠手辣。我觉得拿椅子比较好。或者那个椅子在里面可以移动也很奇怪。对啊，我一定要试。是被拿去打那个钟啊，这样第四个房间的音乐就响了。哦，真的哎，真的屁啊！不是不能，不是啊，就是不能那个吗？比如说，就是让它钟响。不行啊，那不动啊。它其实可以响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想，这才是另外一个声音啊。然后最后才是，最后乐谱，乐谱是钢琴的，你先你是钢琴的。怎么了？那个女的，哪里实质的向我而来？我幸福，那就是钢琴，钢琴的女人。好，五线谱使用。你声音干嘛？我不想，我不想。谢谢大家。刚才拿啥声音？是莫斯娇喘一声。我不想单脚抬啊。莫斯倒在地板上，娇喘一声，打，怎么倒在地板上？难道他们打错了呀？然后。上面只有提示 A 的，你看他，我觉得那么多人在讲这一句话，好像是在呛我们说根本都不听人家讲话。真的，玩游戏之前都不看说明书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买游戏就直接放到游戏机里面，不看说明书的。Oh my god， 皮库皮修瓦奈。你不需要弹，你不用弹，那谁弹？啊，小兵帮我们弹。你觉得呢？小兵要进得来才行。现在
厕所，厕所清洁、小丑吗？小丑报名盘。哦，猫啊，猫报名盘。崩溃了。等一下，看一下。完蛋了！干嘛？镜子破了。啊，来吧。现在在。南瓜我帮你。南瓜，南瓜先生好棒哦，这是万能呢。岁岁平安，真的。小丑，小丑先生帮我们弹。第四次了，各位，第四次了。我一直以为，要按它才会出来，就不是。最后被呛了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你又被呛了，我是最强。南瓜帮我们弹。蒙娜丽莎帮我们弹。轻松帮我们弹，哎呦，所以这椅子是直接放在这边，嗯，是没有东西，有啊，不行，那啊，先放我进步，应该，所以就，所以应该就是先把那个，你在帮我们弹吗？先生，你会不会弹钢琴啊？不要一直连按，没有用啊。哇，我们下班了，不要再看。先放五千，先放，然后不要弹了。啊嘞，我被骗的感觉。所以他最后一个根本就故意害你的，看你要不要弹这样子。对。然后你一离开，他就自己想起来。哦，哦，那集那集，去剪去剪。哦，三万的那集，拿到那个吧，时钟那里，那集，已经入手了吧？那啊，真的，它自动的，哇，我们下班了，不要再过来了，它自动的。时钟是为什么？我看到了。他还活着，那个老实说有点可爱耶，有点可爱。刚刚那一瞬间，那一集，啊，对 ，stop， 这是唯一好的地方。这是我唯一从这边就大家留言里面看到温暖的地方，成长提醒。好啦，按下去吧，中大会追过来吧。穿了，穿了，穿了。那九马一大 ，dash， dash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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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你干嘛一直全部的房间？我觉得，我觉得、里面东西全部都会动了。什么意思？就里面一些，比如说南瓜也会动啊，士兵也会动啊，然后就超级追逐战啊，你追我跑那种。你讲这话什么意思？想掐死？加油！那种感觉。没有终于有声音了。因为他，这下面这刚刚就是这样的吗？不是。这边有一个人头吗？对。超级追逐战，中途无果，大家别黑他。门打开来，该走了。不是啦，大家你们看，右下，左下，那个花后面怎么有一个女的？那是蒙娜丽莎的尸体吗？等一下，我不敢看了。没事毫无怀疑这个装饰品，可是刚刚有吗？不要再去看了啦！没事啦，它只是百合而已，你看错了。What the fuck？ 太坏了！脚折断了，被蛇折断了！哇！小声的做一下。不存吗？你刚有存档吗？存了吧，不用再填一次。
笨蛋不嫌烦。嗯。哈哈哈哈哈。下班了。你想什么啦？嗯，哪里？蒙娜丽莎。蒙嘛？蒙娜丽莎。蒙蒙蒙。该休息了。是什么？这很像那什么？这很像 Pokemon 玩那什么一次斩啊之类的，要斩树那种的效果。吓死人！そうだ。すすり泣いている。嗯。对。默默的哭泣。不要说话。砍树。对对对，哇，零一聚合斩，对对对对对。私の指はどこにもないの。我没有手指头。我的给你了，哎呦，戒指啦，戒指，对，我的戒指，找不到我的戒指，哎，进来了，隔山打牛，不是大冬天吗？啊，咖喱吗？有什么品吗？他真的很喜欢在各个地方写日记。可以啊，我收东西，对啦，麦克，生病好讨厌，不能出去，然后也没有人愿意爱我。中二哦，是不能使用能量强力。喂，他在跟你真心不说，真假，所以不会有吓人的东西。嗯，隔山打牛，乌拉格利鲁，哎、欸、嘿，隔山打不到。可以用力打开。开啊！真假？不要。应该也只有这方法了吧？要找他的戒指啊，还是要不然这个房间其他地方探索看看，出房间看看，他们叫哎，找不到戒指哭哭，学姐马美了，马美了，糟糕，是被他的那个戒指打到吗？不是戒指吧？嗯，哎。哎，对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对啊，隔山打牛已经吓不了我了。嗯，再表演一次。有人说要再表演一次。表演是什么？隔山打牛啊？不用了，反正这个档案应该会留着，你再回去看吧。好恐怖、哦。我拉西诺鱼丁啊，都不听我卖哦。钢琴线。鱼丁啊，鱼丁啊。你理我。先把门打开吧。欸，打不开了。欸，完蛋，按太多次了，它反了。你很烦欸，门，白门。这边有东西的吗？所以是后面的吗？后面的。你错过最佳时机了，门坏了。啊，那窗子吗？雨滴啊，这房间罗马雨滴，今天好在阻挡，怎么了吗？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他、啊、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什么要再阻挡啊？为什么在钢琴爆炸？那所以就是钢琴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要回到刚刚是这样子吗？不是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黑黑的。怎样看都怪怪的。对，存档。糟糕。嗯，你不要讲话了。下半也不是这样子啊。下半整个都软掉了。上面。对啊，这边啊。对啊，怎么看都怪怪的啊，可是理智上就是不想走进去啊。问号。他外头装可爱，然后讨厌。有暖的，睡过好了，三十天好累。嗯，又要看，大家会不会有轻轨跑出来之类的？啊，他的戒指在里面之类的吗？我看到有个牛肝的阿那个爱掉里，嗯，有个洞，是哈西沟跟卡卡的。有那个，小兵，小兵来这里干嘛？有。出来，女孩脸变黑的。没有啊。嗯。嗯。箭头哎、欸。要我们要不要下去？嗯。
城门已经打不开了，所以那个什么哭掉了。青黑好像是某个 CP。